整个不一样的。今天玩 DIY 炒酸奶食玩，封面不就和我之前买那个炒酸奶机一模一样吗？到底实物和图片相不相符？看完步骤，我觉得还挺简单的。揭晓谜底的时刻！哇哦，怎么是白色的？这个没有和封面图片相符，它和背后的步骤图片有点相符。反正拆开的时候我就已经心情低落到不行了，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出什么幺蛾子。小框框里加水，加入不同的粉末，白色应该是酸奶，黄色应该是香蕉，粉色应该是草莓，还有葡萄干和跳跳糖。把它们搅拌搅拌，应该用热水混匀，要不然冷水有点结块。再拿出我们长得像炒饼机的塑料盘子，加入各种颜色的这种调料。我要做一个三瓶，接下来就是把它冻到冰箱里。真的不是我吐槽，它这个盘子也太浅了吧。这些小水果也要冻起来。姐妹们，你们觉得这个玩盒值吗？我怎么觉得有一点点踩雷。好了，拜拜，等我出炒酸奶后续。